我操，老张，这毕节的早上真他妈凉快啊！还有点冷，昨晚下暴雨了。早上就晴朗了。刚才就在这里吃了一碗湖南面，我操！要下雨了！我操，毕节下雨了，天好黑。你这没有？老张，不行了，年龄大了，没办法。哎，年龄大了。老张，我觉得在中国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，你看这是一个什么，一个超市。我刚才走累了，我直接他妈的就进来就把凳子，我都不跟老板打招呼，我直接就他妈的把凳子搞来坐下了，老板也不问我。这他妈要在泰国会被泰国人骂死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唐人街，他不是那有些店门口不是有个小垃圾篓吗？我就往那垃圾篓里面扔个一个小东西，垃圾嘛。哇，那个泰国人那个脸色，我就是一种那种蔑视的那个眼神，真的，我操，简直就是一种轻蔑的那种看着我的眼神。我说这在中国扔个垃圾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不想扔在地上，我扔在垃圾桶里面，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。我操，老张刚才笑死我了。有个小朋友跑过来，他拍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什么事情？结果他拿了10块钱给我，然后有一个槟榔，他要买槟榔，他以为我是老板。我说我不是老板，真他妈搞笑，我操！这个什么笔记鼓楼，上去逛逛。
还是 B 级啊。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干净啊。这应该是后修的吧。全是一堆没素质的跑到这上面来玩，玩了又不把垃圾带走，太讨厌了。第一次走到一个贵州的水库，这叫什么？稻天河水库。稻天河，这水库缺水呀！毕节不怎么下雨，我操！哎，兄弟们，后面是那个什么稻天河水库，这边是这个北镇关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我记得以前我碰见有些人，他们是说那个你在路上碰见死了的那个蛇呀，是很不吉利的，你千万不要停下来。哎，可我就不信这个，知道吧？来了来了，我说这是条小蛇死了，好像还是条毒蛇哎，因为脑袋尖尖的。看见没？再弄到边上去吧。
我操，这么恶劣吗？怎么这里在起火呀？这山里面他妈的，要是起火了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报个警啊？我操，那边已经燃过了，居然没有，这怎么会起火呢？我操！报个警，报个警！我操，这个请问需要您请上什么帮助？哦，我是在这个山里面，然后我看到这里有些废弃的东西在起火，我就想问问这个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我是现在骑摩托车走到这个地方，我看见这里有火。你是走到哪个乡镇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从那个叫什么稻天河那个景区往上面走，然后走到这个地方，这有些很多建筑垃圾正在燃。等一下，啊，要不说这个稻田，要不我加个你们那个民警的微信，我发个位置给他来看看。要您先稍等一下，请您不要挂断电话，我立即为您接通当地民警，请您和民警说一下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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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喂，这边已经燃到了这个草，居然没把这边的草点着，我操，牛逼！但中间这里还在燃，看见没？它这个是怎么燃起来的呢？我有点不理解，它是自燃的吗？啊，兄弟们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操！我走到这里，我操，在起火！这他妈的快要燃到那个边上了。这要是燃起来，吹个风，我操，这一整片就起火了。主要是这里人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就你不注意，我操，都不知道这里怎么回事儿。哎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这东西是不是那个什么刺梨啊？啊？这是不是刺梨啊？完全有点像啊。很多，我靠，这么多。兄弟，那个是不是那个刺梨哦？啊？哪个小哥哥上面有刺多得很，那个是刺梨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他妈的是运气真的好啊，你看这燃到这边上，这他妈的是老天保佑。哎，他燃到这里他就熄火了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现在基本上这边是已经熄火了，但这里还在燃。我操，这一燃不得燃到那边去，这全是那个建筑垃圾，好臭！我操！兄弟们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好多树莓！我操！我已经摘了这么多了，看见没？哇，好多好多！这再不摘，它就要掉了，掉了多可惜啊，对不对？咱把它吃掉。我操，发霉了。那边民警正在处理那个，哇，这一棵树上面好多，
哇！方哥好，方奶奶，哎，我操！痛死我了，我操！这个太扎人了，我操！叫那个森林什么森林消防过来处理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火其实可能已经烧了一两天了，一两天可能烧了一天吧，运气非常好啊，它没有烧，它烧到那个树叶子那边，就草那边它就停了，我靠，运气非常好，这要是再烧一点，然后刮一场风，我操，这，哎。这么好的那个绿化就毁了。而且贵州这边的这个警察态度非常的好，人家对我非常的客气。我去摘那个刺梨，我靠，啊不对，摘那个叫什么覆盆子覆梅，扎得我痛死了。
看我干嘛？什么？怎么看你？因为你这么看我，好奇怪。来拿一下。每天都有女子啊。必须的。那怎么不换其他水果吃？其他水果我吃了晚上难受。牛奶要不要？这上面好像还有。还有哦，我的包里，那零食都在我包里。没事，马上就到家了。你叫他下次给你拍呗，你叫他。本来是昨天拍的，昨天拍。到达目的地风景与酒店附近，位于道路右侧。我们到了，一路有您，多幸运。玩过这个吗？然后下午的时候他给我，下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，我那时候还在医院，我以为他快到了。问他还有多久，他说还有十分钟，结果就两个小时。哪个豆子？哦，豆子我有时候自己要吃啊，对吧？这个动作有点慢，我在等啊。打算在毕节顶局了，兄弟们，毕节冷啊，我他妈的羽绒服都穿上了，真的，这在泰国去玩，那个穿的羽绒服就是这一件。哎，这边也叫菜豆腐饭，菜豆腐。王老板啷个整了那个啊？毕节的手机维修二手。老张，你看我在泰国玩的时候，那个羽绒服我都穿上了，今天牛逼吧？这个衣服我就是泰国北部去玩，今天毕节感觉要下雨了，刚才就下了一会儿，天上乌云，冷得很，我操，我就只有21-22度。哎，磊子，我突然有点着急了。我突然想到，妈的要停水啊，你搞快点、哎、真的9点钟真的要停水，你像你们那里都停水了。这边是个厨房，这是我住的地方。
非常的干净。我的行李都放在这里，好，外面就是街道。是房间，总共四五个房间，这边就是公共卫、公共浴室，也是非常干净。用的是电热水器，然后这个洗衣机也挺好用的。姐姐还没有来收拾。